是非常喜欢小詹的表现，哪里需要他，他就会及时出现，而且不贪进去打出该打东西，直接往后拉扯。奈绿这边一打五，直接打残对方很多成员，这边换到双人线直接倒下了，完全关键去拉，这边打出一波打宝吧，四名成员倒下，这一波直接在夸克了，夸克这边四个人包围他，我的天，夸克出来吃饭，你当晚餐。